全世界人对我而言就是分两种，做的一方和看的一方，或者是享受的一方，或者是那个观众的一方呢。 这种东西写书也好，看做电影也好，就是做艺术也好，就是这两种。我就想那个就今年想做的这边少做这边。也是说，也不是说政府要雪中送炭，政府永远都是锦上添花啊，就是你做的越好，他可能会关注越多，或者会更那个。有一些东西不是你想他就能解决，你去推也不一定能解决，可能要通过，那就停一停呗，缓一缓，看一看那个这种形态会怎么样，之后再走一走呗。仙女，然后和一只白马，隔很多年会接一个次吻，然后那个开就是那个古镇开街嘛，就是今年五月一号才开街嘛，还做了个表演叫七仙女下凡，找了七个老外，然后做翼状飞行，就然后从天上飞下来，飞到那个古镇上面去，就他们也很着急的在生产，要生产文化，生产历史。生产所有看到图像，还有那些那个地方的村，就村里边小村里边。站在角落里，他就会在任何地方，他在哪，他就会在那里上下打量，上下打量，然后用一种很嫌弃的眼神，真的嫌弃，像看着你，你有什么办法呢？你没办法，你看呗。我也没什么不好看的嘛，是吧？大不了我再花4万5块钱，4万5把我鼻子再整好看一点，你看吧，随便你看，我这么好看，你看吧。
的日常生活方式跟我们的这个精神生活有什么样的关系，就怎么样在这个精神在这个日常生活领域去抓住这种精神的力量，然后又把它返回到浇灌到日常生活的这个可能乱七八糟的这个生态里面。它就是一个微观的事情，这个微观的事情，这种微观的事情都就好像长一个地方长青苔一样，树干上长青苔，那么长了这些东西，你可以知道这个地方环境湿度还不错，空气很干净，它会长这个东西。它没有了，它就没有了，它而且很容易被铲掉。这就是在中国的一个现实。他给你一个成长的机会。其实 你一个人的时间，给了你这么多一个人的时间，对你是一种锻炼，然后你就学会啊，孤独是怎么回事。真的是那个时候，你现在觉得啊，你什么都不怕，就是你学会怎么去和亲人，就是怎么说，分离分开，因为你没想到过亲人会离开或者怎么样。这些你现在知道了，所有的人都是会离开你，你始终是会一个人在一个人在的。